的部分我说明一下了哈。这次文化处所委托办理的这个活动哈，那他本来就应该要依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发出的指引做相关的这个防疫的那个这些措施。哦，那刚刚我们副座也有提到了，哦，他们内部也有这些防疫的规定。那目前哈，因为我们卫生局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活动，那我们所看到的影像大概都是从报章媒体上面所看到的。那看起来最大的问题哦，就是在于他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哦，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大概现在看起来最大的是这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会再进一步的仔细去查证哈。那如果违规属实的话哈，我们会用相关的法则。哦，那因为这个活动算起来也不算小型的活动了，也算蛮大型的活动了，所以我们会用最高的额度来开罚。最高额度是多少？